这个大概是 A 车掉落了零件之后啊，隔一段时间，约莫十分钟之后，再由 B 车经过的时候，来把这个零件因为碾压的关系而造成喷飞，飞到对向车道。当事人就是死者的车辆哦，他有录他的行车记录器有录下部分的过程，所以我们透过监视行车记录器的影像以及物理的相关的力学的原理哦，去做反推，然后再交集出可能的车辆之后，我们再针对这个车辆去做后续的追查。在这个侦办的三天过程哦，我们几乎是三天是处于没有休息的状态，因为这个是全国瞩目的案件，那也必须要把事实还原之后来告慰这个死者，所以这三天哦，昨天的话，比如说我们在凌晨三点多的时候，我们解析出这个车号之后，我们就马上进行下一步的动，这样。进行这个下一步的侦办哦，所以整个是处于没有休息的状态下，在进行这个整个案件的侦办。因为这个是天外飞来的一片铁片哦，而且是从对向飞过来的，所以第一个我们要先厘清这个铁片的来源哦。那第二，因为它的快速道路上也不像我们平面道路。因为有很多的插入，所以设置很多的监视器，要找到车号确实是需要花一些时间。